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关爱众生，永不停息。生命电视。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各位善知识，现在是讲这个藏教的菩萨，正说明他的修行啊。前面总是说过了，其次就是别师分别解释这个总是里面所说的三句话啊，就是经过三大无数劫的修行啊。那么还要再加100劫种32相80种好之因，啊、那么然后说明这个六度修满的情况。那么三大无数劫修六度，应当是三大无数劫修六度之后就得说六度满相。为什么六度满相留到后边才讲，而先讲百劫众相好呢？因为百劫众相啊，也是修六度啊，百劫众相也是在修六度啊，并没有其他别的特殊的情况。那么必定是另外有100劫的时间在修六度啊，来加强成佛之后具备的这个32相80种好。所以在解释的时候啊，就把这个百劫众相好啊摆在前面讲过了，然后才说这个六度圆满的功德相。而这个六度啊，在修行布施方面，它是要尽这个生命内财外财一起布施啊。论持戒方面，无论佛所制的遮戒、信戒的平等护持，都要如法。嗯，论修忍辱方面，他要学习到有人来伤害他的身体，那么就是刀来杀他，他也把他看作好像刀去割水一样，没有伤痕。要有到这种的境界，那么在精进方面，就是念念如旧投然啊，我们天天做的早晚课、晚课啊，这个所谓但念无常神物放逸的前面就有这个如旧投然啊。这是比方说，好像火呀烧到我们头上来了，头发都着火了啊，不赶快救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抱着这种的精神啊，在哪里修行，那就叫做精进啊。那么如果论到禅定，他在行住坐四威仪中啊，都在禅定的境界里面啊，不至有所散乱啊，那才算是真正的禅定。论到智慧啊，要念念分明，一念圆明，处处都能有智慧啊，来加以分别所修的法门，所做的这个自利利他的工作，怎么样子才算如法？他必定要
啊，下番功夫啊，去体会，去研究。那么三大无数界里面所修的，总不离不开这些道理啊。那么下面还有说明的，现在就顺着这个三个阶段呢、啊，先讲这个三七行音，三大无数界啊、修行这个六度万行啊。那么就按照这个三大无数界的修音啊，这里有三段，第一是通标，第二四相，第三总结。通标就是也是总标，总以标示出三大无数界要怎么样子来说明，用什么方式说明这个菩萨道三大无数界的修行方式，要怎么样讲啊，这是通标，通以标示出这个下文说三大无数界的这个一个标准。正文就是言三阿僧祇劫，则那么这个小字都是等于小柱了，阿是无，僧祇是数，劫就是时间啊，三大阿僧祇劫就是三大无数劫啊，这么长的时间来修这个菩萨道的六度万行啊。那么这个要根据什么标准来说呢？必定要有个例子啊，有实在个例子来做标准呢、啊、才有办法表示的啊。实际上菩萨道在修行的时候啊，这个三大无数界也是一个原则，大概有要有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当中啊，修行的经过情况没有办法一一细说，那么只好拿一个例子啊来说明。以谁为例？就以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为例啊。释迦牟尼佛过去最初发心行菩萨道，一直到成佛经过三大无数界啊，那么因此就是以释迦牟尼佛来做标准了，来说明才有办法了解这个三大无数界修行的这个时段啊。所以接下去就说，且阅释迦修菩萨道时论分现者，这就是通标了。且姑且，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没有办法说明了啊。那么现在我们又根据谁做标准呢？我们这个世界教主是释迦牟尼佛，那么我们只好拿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修行的经过啊来做个标准来加以说明吧啊。只好拿释迦牟尼佛来做标准。所以下面就是根据释迦牟尼佛的修行经过呀，这个三大无数界的阶段分三个阶段来说明，就是第一无数界、第二无数界、第三无数界。那么这下面就是四相，显示三大无数界修行的这个相状的情况啊。那么四相里面就有三个阶段啊，初生期、二生期、三生期这个不必另外再分，而这个正文里面科判也有，所以另外就不必再分，顺着这个文字加以说明啊。那么把这个三大无数界说完了啊，它有一个总结。那么既然是以释迦牟尼佛修菩萨道的时候，他修行的三大无数界的分现来论断，那么就是以如下文所说先说第一个无数界，初期第一个无数界，从古释迦至释迦佛，至七万五千佛，名初阿僧祇。释迦牟尼佛最早发心啊，是在古代久远之前，也是一位释迦牟尼佛。他就是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呢，最初发无上菩提心。那么既然是同一个名字啊，因此就把他初发心的那一位佛呀，就称作古释迦，
古代的释迦牟尼佛。这个情况啊，就好像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自己所说的，他说他从前呢，就是在观世音佛前发菩提心，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跟那个情况一样了。观世音菩萨是在观世音佛面前发心，他在发愿修行的时候，后来观世音佛就替他受具说，你将来就叫做观世音吧，佛都是大慈大悲的，他不会着相。我说，这个名字是我的，你怎么跟我同名啊？佛菩萨没有这个事情，希望个个都是跟他一样就好了。所以释迦牟尼佛，不过释迦牟尼佛他虽然是跟古释迦同名呢，情况跟观世音不一样。观世音菩萨是佛替他受具，说你将来也叫做观世音，而释迦牟尼佛是看到古释迦，他发心要跟古释迦一样，名字一样，眷属一样，弟子一样，那么度众生的环境一样，那么这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发心愿意跟古释迦相同。古释迦并没有叫他一定要跟他相同，而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自己发心要这样子。根据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说，释迦牟尼佛在久远久远之前最初发心的时候啊，第一次发菩提心学佛呀，他是在古代的那个时候的释迦牟尼佛面前。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是个什么人呢？据说那个时候做一个陶师，做陶器的啊，就做瓷器的了啊。那么做瓷器的那个陶师就是技术家了啊。他这个制陶器的工坊里面呢做陶师，有一天这个古释迦牟尼佛领导他的弟子也是1250人，而他的上首弟子智慧第一的也叫做舍利佛，神通第一的就是叫做目犍连，而他的侍者就是阿难陀，而他的在家时候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就是罗侯罗。那么就是说现在的释迦牟尼佛跟那个时候的情况完全一模一样，而那个时候也是五族我室，跟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情况完全一样。而这个我们的释迦佛那个时候做陶师啊，那么他的工厂地方很大了，房子很大，厂房很大。那么那一天呢，释迦牟尼佛古释迦带着他的弟子们1250人去托钵去度众生。那么经过这个陶师的地方啊，碰到下大雨嘛，这个路上走路不方便了，会淋湿了。大家佛带着这个弟子们呢就到这个陶师的厂房里面呢去就已了，在哪里呀歇息一下，让这个天雨过了之后啊才走路了。他到了厂房里面休息的时候啊，这个陶师一看到释迦牟尼佛像好庄严，弟子那么庄严啊，他好高兴，生欢喜心，因此他就在古释迦面前跪下去啊，顶礼啊，就发愿了。他说我也要学佛，我也修行啊，那么像佛这么庄严那么您的弟子这些名字这些大众的这个情况，我希望将来我成佛的时候啊要跟你老人家一模一样，完全相同啊。他就发愿将来我的弟子上首弟子也要叫做舍利佛目犍连啊，那我的侍者也要叫做阿难陀啊。那是就是说与现在的释迦牟尼佛2000几百年前的那种情况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情形的情况之下，他就发这个愿，他希望将来他成佛也是如此，是第一次的发愿。那么这就在古释迦面前所发的愿那么这个详细情况啊，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说得很清楚的啊，200卷大毗婆沙论里面说得很清楚，有古释迦面前他怎么样子发心啊。那么最初从古释迦牟尼佛那边那里第一次发心，从此之后啊，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就行菩萨道了，
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啊，自行化他。那么这样子一直到他所亲近的佛的其中一尊叫做释迦佛，啊，释迦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宝具，宝具就是这个头发这个具啊，好像是众宝所成的，所以叫做宝具佛释迦，啊，不是我们现在平常有这个七佛呀，过去七佛，过去七佛里面也有一位释迦佛，不是这一位。不是这个，这只是同名而已。这是古代的释迦佛，以现在的这个所谓过去七佛与他们关系的啊、嗯。那么这个从古释迦牟尼佛一直到释迦佛，经过一大无数劫，经过一大无数劫啊、嗯。那么在这一大无数劫当中呢，他所亲近的佛有多少位呢？有75000位。就是他已经供养奉祀亲近75000佛，从古释迦开始到释迦佛一共供养亲近了75000佛，就在一大无数劫当中供养亲近这么多佛啊、嗯。那么到此为止啊，就是第一个无数劫满了。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第一次修行菩萨道啊，第一个无数劫。一大无生期间到释迦佛满，嗯，那么他这个第一个无数劫修满了，那么他得到什么样的功德呢？有什么效果呀？下面是说明他所修的经过的这个功效，就是从此常离女身，嗯，古代都是重男轻女啊，啊，认为总是做人的话，做男人，啊，就是宝贵的，因此就是行菩萨道啊，他也是要以男性之心做起来，总是要比较方便得多。那么经过一大无数劫的修行，啊，他所得到的功效，就是从此之后就不必再做女性，生生世世都以男性的身份呢、啊。来行菩萨道，嗯，那么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在过去的一大无数劫当中啊，虽然是在行菩萨道，可能也做过女的，男的女的都做过了，啊、嗯，那么必定要到第二无数劫开始，从此之后就不必做女性了，就是完全是以男性身份呢、啊、来行菩萨道了。还有呢，即四恶趣，同时他不会再升到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这四类众生的地方啊，他不必在那里受生了，因为他不会造地狱业，就不会堕落在地狱，他不会造恶鬼的罪业，当然也就不会堕落在恶鬼，他也不做这个畜生的罪业，他不愚痴啊、嗯，有智慧，不堕落畜生，他不会极度好胜斗争，也就不会啊、这个生在这个阿修罗道。那么平常地狱恶鬼畜生叫做三恶道，有的时候把阿修罗也并进去啊，叫做四恶趣啊。那么他不会生在这个四种恶趣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不会在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这四个情况受生，他不会有了。那么也就是说从第二无生期间开始啊，他在行菩萨道必定是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啊、他受生的地方就是人间天上。我刚才说过了，藏教菩萨留惑润生，他的烦恼种子不断，因为要帮助他滋润他在三界人天当中能够受生，所以他才能够继续行菩萨道。所以从第二无数劫之后啊，他就不必再升到四恶去，就是生在人间天上，也是以纯粹是男性的身份呢、啊、来继续行菩萨道，也不做女性，所以叫做常离女身，并及四恶去之身，都不必再受，啊、人间天上纯粹是男性，啊、他受这个男性之身呢、啊，来继续行菩萨道。常修六度，这是说明他第一大无数劫他怎么修行啊？总不离六度，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智慧啊。那么离不开这个六度修行啊，要常常修这个六度功行啊。经过这个一大无数劫的修行之后啊，然自不知当作佛啊，他的境界，这个菩萨经过一大无数劫的修行，他的境界他自己还不敢认为能够成佛，还没有自信。那么也就是说，他修行经了经过一大无数劫，自利利他啊，那么他还不知道他能不能成佛，自己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呀？功行没到。但为什么修了一大无数劫他的功行还没到啊？因为他菩萨道是注重在利他的啊。所以楞严经阿难就说了，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应是啊。菩萨他目标就是要度众生，他多做这个度众生事业，他对于自己自修方面当然就要啊，时间就要少一点了。当然不能不自修，不自修你就没有办法福祸。要做到福祸的功夫，必定要有修行啊，没有修行是没有办法福祸的。可是他注重在利他，只要有度众生的因缘，他就要做度生的事业，所以要广修六度。那么因此纵然经过一大无数劫，能不能成佛他自己还没有自信，但是他的愿力很坚定，能不能成佛他自己还不知道，可是他的这个志愿很坚定，一定要继续做下去，不能因为不知道而退失，所以他还是继续修他的菩萨道。那么这个藏教菩萨修了一大无数劫满了，他的阶位跟前面的声闻位把它比对起来，到什么阶位呢？下文就说明啊，对照声闻的位次，到了第一无数劫满，在声闻，对照声闻就是论他自修自己修行的功夫的分线了，到什么阶位啊？正文里面就说下去说，若望声闻位啊，即五停心总别念处，也就是声闻的三资量到此为到此满了。就是外凡位，刚刚是七贤位的外凡位，刚到了外凡位满，也就是说五停心观总相念处，这个别相念处总相念处修完了。那么这个文字是总别念处，论修行的次第啊，先五停心，其次别相念处，就是修四念处了，其次才是总相念处。望比对了啊，就对照前面的声闻位次比对起来，藏教菩萨修了一大无数劫，他只到了像这个声闻的这个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外凡位的三资量位满了，这第一无数劫啊。那么声闻只要一生就可以修完的功夫，那么菩萨呀，他为了行菩萨道，要做多做度化度化众生事业，经过一大无数劫，他个人的修行阶位啊，只是跟声闻的三资量位外凡未满啊，到此为起而已，并不是说他修行的功夫到此为止，而是说他的地位啊，比对起来断这个断惑完全没有。胡佛的能力就到此为止，到此而已啊！因为他注重在做利他事业，所以对于自己自修啊，功夫啊，当然就要稍微啊，时间少一点了。所以经过一大无数劫，直到了这个声闻的三资量位，这是第一无数劫。第二无数劫就从上文所说的这个湿气佛，从这个地方算起了，四从湿气佛至燃灯佛，值七万六千佛，名第二阿僧祇，这是第二无数劫。经过的时间所供养所亲近的佛，从前面的湿气佛算起，
一直到亲近燃灯佛为止，那么一共就经过供养亲近过76000佛，前面75000，这里多了1000，76000佛。到燃灯佛为止，满了第二个欧僧期间，第二个欧僧期间满，这个燃灯佛呀，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燃灯佛，说我从前在燃灯佛那边，佛替我受记啊。那个情况啊，在这个因果经里面也说得很详细的，所以下文呢就说明他到了这个燃灯佛那个时候，就供养燃灯佛的这个经过情况。燃灯，是佛的名字，有些地方啊把它翻作定光佛，定光佛，灯必定有光啊，点燃了必定有光。瑞印经啊就翻作定光佛，它这个定啊是金字旁的，金字旁禅定的定，那定光佛，那么以这个字来说明嘛，定是有足有脚的这个灯啊，好像香炉有脚啊，这个叫做定啊，就是金字旁的定。灯呢，燃灯的灯，这个灯啊是没有脚的，没有脚，平放的，举例说，例如蜡烛台吧，平放在桌子上的，没有脚的，这个叫做灯，下面有三个脚，有脚的，上面再点灯，这个叫做定，所以这个燃灯也是定光，定光也是燃灯，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经过76000佛，那么这就第二个无数劫满。第二无数劫满的时候，他亲近燃灯佛是怎么样子呢？此时，用七金莲花供养，不发眼泥，得受记别，号释迦文。这一段就说明啊，第二无数劫满的时候亲近燃灯佛，所经过的情况，说那个时候啊，燃灯佛出现世间的时候，那么释迦菩萨，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呀，那个时候行菩萨道，在经里面那个时候称作如同菩萨，如同儒家的儒啊，童子的童，如同菩萨。他为了500个弟子啊，在哪里说法做度众生事业，那么当时听到燃灯佛，他很欢喜呀，要去供养燃灯佛，那么他就得到500个钱呢、500个铜板，500个钱，那么后来听到这个国王要供养燃灯佛，那么他就把这个500个钱呢去买花，要买莲花呀，来供养佛。他500块钱买莲花，只能买到5朵莲花，5个莲花了，那么当时这个卖花的是个女性，这个卖花的女的呀，她问他你买花做什么呀？他说我买花要供养佛呀，燃灯佛，那么要接受国王的供养。那么我要把这个花拿去供养佛。而这个女的听到这个如同菩萨要买花去供养佛，她生欢喜心，她说这样吧，你买5个莲花，那么这是算你买的，那么我也拿2个莲花供养佛，那麻烦你替我带去供佛吧，因为她卖花做生意不能离开，就是托这个如同菩萨带2个莲花去，那么这样子就成为七金了，所以这个书本里面写作此时用七金莲花供养，实际上他自己买了5金，5朵莲花，而这个卖花的给他带了2个，要他供养佛，就是那么合并起来就是7个了，那么因此啊。
他就把这个莲花拿去供养佛，而佛要到皇宫的时候啊，在途中啊，他就去供养了。而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柏油吧，没有柏油路，这个是泥巴路啊、泥巴都是泥路，有一个地方，佛要从那个地方经过，正好那个泥是烂泥啊，暖国啊不呀，哦烂泥，那么佛如果从那个经过那个地方经过的话是不方便啊、但是必定要从那个地方经过，因此啊，这个如同菩萨就把他自己穿的上衣脱下来，上衣脱下来，把这个烂泥呀、把它掩住，遮盖起来，遮盖起来。但是这个衣服上衣脱下来遮盖这个烂泥啊不够，不够，还有一点一部分呢、烂泥没有遮到，而这个如东菩萨他是现在在家身，头发很长的，因此啊他想要把这一个没有布满的烂泥啊把它掩盖住，免得佛的脚踩到那个烂泥，那么因此他就啊、在这个把这个头发劈开，劈开浮在地面上，用头发掩住那个烂泥啊，衣服盖没有盖完的剩下的烂泥，用他的头发把它盖起来。所以这个正文里面说不发掩泥啊，不发掩泥就是这个意思啊。一部分是用他穿的上衣啊把它盖住了，还有一部分盖不了，就用他的头发浮在那个地方，把头发散开来把它遮住。眼泥，泥就是烂泥巴了，暖国阿伟了，哦，烂泥巴，他就用这个头发把它遮住，很脏哦，如果你想要成佛，碰到这个机会，你得赶快做啊、我的头发剃掉了就麻烦了，没有了，那么他用这个呢头发去掩住这个烂泥，佛就从他的这个这个衣盖住的那个烂泥呀、就一步一步踩过去。也踩到他的头发，那么当时佛就替他受具了，就是给他受具，受具就是四千级别他将来成佛的情况了，就跟他受具说，你呀将来成佛呀，名字就叫做释迦文，文呐就是摩尼的简称，摩尼的简称，释迦牟尼佛嘛，摩尼两个字合并起来的音就是文字，文音啊、释迦文就是释迦牟尼。那么《金刚经》里面不是说吗？燃灯佛替他受记啊、说将来成佛叫做释迦牟尼啊、那么因为他用头发掩住烂泥啊、佛替他受记说将来你就出现在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就烂泥巴哦，这个烂泥巴就是表现这个五浊恶世，你在五浊恶世里度化众生啊、因为他的心愿如此啊，这也是跟他最初发心在古释迦面前发的愿完全相应。他第一次发的愿就是如此，要跟古释迦完全一样，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情况是一样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到第二阿僧祇劫满，这个燃灯佛替他受记，就是受这个记别，说哎，你将来成佛，名字就叫做释迦牟尼啊，那么你就在五浊恶世啊度化众生，啊，这就是第二个无数劫满得到佛的受记啊。而是自知作福，可未能说。第二个无数劫满了，他自己知道我一定能成佛，有自信。除掉自己的功夫成就之外，一方面得到佛的受记，佛的证明。佛既然给他受记说将来成佛，叫做释迦牟尼，那么由此他就很有自信，认为他一定成佛，啊。那么因此这个到了第二个无数劫满呢，才相信自己决定成佛，但是他还不便说呀，他还不便用嘴巴说出来，他自己内心知道一定成佛，但是他还不会对人说我将来成佛，他不说这个话，口未能说，未能说呀，他就不便说，并不是说他的嘴巴讲不出来，而是不便说，我只好这样解释，啊、因为这个世间法呢，你心里知道的事情哪里会讲不出来的，啊、必定能够讲出来嘛。他为什么不讲呢？他不便说，多做少说，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呢、哇啦哇啦嘴巴一直讲，嘴巴讲的好多好多，实际上做的啊、没有一分一寸。那么佛
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多做少说，尽量多做这个自利利他事业修六度啊。那么功夫到哪里，尽量少说啊。所以佛菩萨都是很谦虚的啊，他不会像普通一般啊，那么认为自己啊有半斤就说了啊一斤了，啊有十二两啊就说我已经一斤半了啊。那么世间人往往是这样子，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自己能成佛，他还不说，口未能说，这是顺着经文，经文说口未能说。那么往往就会使人误会，他就只有心里知道啊，还讲不出来啊，那么应当心里知道就可以讲了。可是佛他毕竟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很谦虚的，不便说，不会就说出来啊。真正有道德的人啊，有功夫的人，都是这样子。他不会把他的功夫随便就亮出来，随便就亮出来给人知道，不会那么随便。若望声闻位，即暖位。那么对照前面声闻的位，这个地位比对起来，他的地位到哪里啊？只是内反位的暖位而已，刚刚进入内反位的第一个阶位。那么这样看起来，好像他这个第二个欧僧祇劫修行都没进步啊。啊，从三智量到四加行，直到四加行的第一位嘛，经过一大无数劫的修行，才到这个四加行的第一位。难道他没修行吗？不是的，他修六度，注重在度众生，要度众生的功德圆满了才能成佛的。而自己修行啊，他只要能够福祸就行了，只要把这个烦恼种子压服住，不要让他升起现行，他这个啊，这个功夫就到了。就可以了，现在就把这个烦恼种子扶住，不让它升起现行就够，尽量多做这个六度万行的功德事业，多做利他事业。所以他经过一个大无数劫，到了第二无数劫满了，他还是在暖位，只是跟声闻的暖位相同。这就显示他完全注重在做度生事业，那么因为这个三资量满了，外反位满了，进入内反了，他这个福祸的功夫就够了，福祸功夫够，他这个烦恼种子他能够压得住，不会升起现行。那么到这个时候，他对于做这个六度万行修菩萨道的事业，他很能自由自在的去做，所以他对于自己自修方面呢，他就比较放松了，尽量多做利他事业，那么虽然是经论里面没有这样说，我想可能如此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他又为什么不断惑呢？那么既然惑不断嘛，他当然他对自修方面只要能够把种子压住，不生起现行够了啊。这是第二个无数劫。其次第三个欧僧祇劫，是从燃灯佛至逼迫世佛，七万七千佛，名第三欧僧祇，其次就是第三个阶段，第三个无数劫，从这个第二个无数劫满所亲近的燃灯佛开始，一直到逼迫世佛，供养了七万七千佛，供养亲近七万七千佛，才第三欧僧祇期间满，第三无数劫满了。此时自知意向人说必当作佛，自他不疑。这个时候三大无数劫满了，他自己了了分明，知道一定能够成佛，决定成佛，自己知道绝对一定成佛的，没有问题，万分有把握，同时也跟人家说，我是一定可以成佛，因为三大无数劫满了，距离成佛就不远了，再经过百劫众相好就成佛了嘛，所以他也可以向人说，他说出来的话人家也会接受，也会相信，所以自他不疑，他说必定可以做佛，可以成佛，
自己了了分明，不会怀疑，他人听到他能成佛的话也相信啊，不会怀疑，因为按照他的功夫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到了第三个无数劫满了，他的阶位到哪里呀？若望声闻位，即顶位。对照声闻的阶位来说，还是在内凡的第二位，啊，内凡的这个第二位而已，就四加行的第二，暖、顶、忍是第一，啊，经过一大无数劫，他只是进到顶位，啊，暖、顶、忍这个阶位都是还在福祸，啊，还没有断祸，都在福祸，所以他只是进一位。那么完全在做六度万行度生的事业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他的六度的功德呀已经到了圆满的境界了。今如许时修六度经，这两句呀就是总结啊。那么这个别是下面第一三期行音有三段吗？第一通标，第二四相，上面三个无数劫就是四相。那么现在这个后边今如许时修六度境，这两句就是总结上文三大无数劫那么长的时间修六度啊。那么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如许就是前面的三大无数劫，经过三大无数劫那么长的时间修行到这里为止才算是把六度修完成，净就是满相，到这里六度才算修满了。下文是说后边百劫众相说到这里，他既然是把这个六度修满那么六度之相啊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下面是说这个修这个百劫众相关于这个百劫众相因为时间就快到说不完，就只是说这个三大无数劫满就行了三大无数劫满在这三大无数劫当中所修的总不出六度那么他修六度六度的修法他怎么去做呢就先说修布施度，就檀罗修布施就是内财外财，内外财都布施，这个叫做财施。那么修布施度的时候啊，刚刚开始学习，就先把这个外财布施啊先修学，学习外财施一下子要做到内财施，不是随便人做得到的。比如说把头、目、骨髓、脑手脚、身体、血肉都要布施，这内财施。那这必定是要菩萨的阶位已经到了这个不退转了，才能做得到。所以他先修这个外财施，慢慢锻炼，成为习惯了，内财也可以布施了，就是没有我相了，那么就修内财施，内财外财。都可以布施而他的内心有真正发出要布施之心，外面有福田可以布施那么他自己有财物那么这三样东西三样事情都活活起来那么心升起这个布施舍离舍事之心就能破除这个兼贪的这个烦恼所以他就所谓布施度兼贪。那么由外财是懂得佛法就法布施内外财的财是进一步法布施，然后修无畏施，财法无畏三种布施都是随时随地碰到因缘可以做的就做那么其实修十戒度那么戒总不出这个所谓三趣境界所谓舍利一戒、摄善法戒、扰意由情戒时时刻刻不忘这个三趣境界如法持戒。第三就修忍辱度
修这个僧人、法人，啊，那么僧人如果碰到逆境，众生伤害他，他能忍受啊，就是顺境快乐，他也不至于散乱放逸啊。法是指这个非心法，啊，跟心法两种，不是属于心法的，就是外面的环境、自然界啊。例如说天气太冷啊，太热啊，或者是肚子饿没有饭吃啊，或者是口渴没有水喝啊，乃至这个生老病死等等苦恼，他都能够忍受，那就是凡人。啊，如果是内心的烦恼生起来啊，忧愁啦、嗔恨啦，那么种种的骄慢等等的心态，如果发生升起现行，他能够压服、锻炼压服这个烦恼，不让他升起现行，这都要以忍度的功夫啊来压服烦恼啊。那么种子虽然没断，可是他能够降服住他，不让他升起现行。那么精进，修精进度，无论是身心、身体努力进修啊，心力努力进修，身心精进啊。那么禅定啊，如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一一修学。那么般若就是文字观照实相啊。那么这个身空、法空、空空，一一如法修学，就是这样子把这个六度啊，一一如法修学。那么一直修到的这个圆满，就是三大无数劫啊。说到这里为止啊，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修福修慧啊，修六度万行啊，说完了。正文就说到今如许时修六度境，我这个风科跟这个正文里面的上面的科判稍稍不同啊，我把这两句排在前面，就是总结前文，下面就是第二段百劫众相好啊。那么关于这个百劫众相好的第二段文呢，我们下个星期再讲啊，下个。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
是罗毅君。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史，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就建议您进行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医师也会询问您是否符合65岁以上或慢性病等条件，评估开立口服抗病毒药物或一般症状治疗药物，请您遵照医嘱服药。提醒您，前往院所时记得携带密封包好的快筛检测卡夹或检测片，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于报到时主动告知快筛阳性结果。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疫苗打3剂，一起做防疫。Gananam Tva Ganapati Gum Hava Mahe Kavim Kavinam Upamashravastamam Yeshtarajam Brahmanam Brahmanaspata Anasrinvannuti Bhisidasadhanam Om Namo Bhagavate Rudraya阿旃陀石窟的壁画是印度古代壁画的主要代表。早期的壁画最古，第九幅前壁残迹中，会有佛陀传和佛本身故事。第十窟的右壁会有索母、右牙白象本身和礼拜菩提树等佛教题材的壁画，推测约作于公元前世纪。此期壁画的构图大多为横幅长条形，所表现的人物和生活场面与约公元前二世纪的帕鲁德、桑奇大塔等石刻佛教遗迹相似。阿旃陀中期的壁画更为辉煌壮观，精美绝伦。当时正值基督王朝与古典主义文化的黄金时代，佛教美术也达到了鼎盛期，创造了大量基督式的雕刻绘画。随着古风艺术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画面构图更为壮阔，往往一面墙壁被一个场景所占满，布局紧凑和谐。此外，第十六窟中佛教故事中的难陀皈依、舍卫城显大神通和善生施舍等也都十分精彩。例如第十六窟难陀皈依中，难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的部分，充分展映了艺术家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又第十七窟太子与嫔妃劝酒图，极尽宴晚之情状。临窗窥视的侍女和门外众多的美女，都风姿绰约，艳丽动人。此时期各窟的前廊、天井和列柱所存的装饰壁画也都设计奇妙，想象丰富，色泽鲜艳，对比强烈，如卷云、蔓草、莲花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阿旃陀晚期的壁画基本属于7世纪前后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保留比较完整，为阿旃陀壁画艺术最盛期的一作。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皆较大，最著名的是持青莲菩萨像，妙相庄严，头戴宝冠，肌肉匀称。窟内前壁的波斯世界来朝图则反映了印度
和波斯聘问通好的场面，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第二窟时代最晚，其前廊壁上与藻井等处都有壁画。壁画和雕刻中的人物，如王、后、太子、宫女、武士、平民，所表现的不同生活，以及佛、菩萨、天女、比丘所表现的不同神态。在造型上，我能传出内心情感，刻画生动。阿占陀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曾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中国莫高窟的壁画，日本法隆寺的壁画，还有斯里兰卡席吉里耶的壁画，都与之遥相呼应。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